就是 refer 在我有一个那个小房间的感觉。Small stage 的小房间。It's alright, it's okay. I'd rather be a stranger. 你说的我都懂，别担心我无法成全。好，没问题，蛮顺利。好，好，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叫做 It's Alright， 然后是右听。蛮早期的创作，如果大家有下来 Street Boys 的话，应该，然后特别喜欢他的话，应该多少都会知道这个作品。对，然后写的就是放讲，反正就是建议刚分手的不要听，就这样。谢谢。